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ol 的 Pain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个，我们今天回到来我们的 League of Legend， 英雄联盟。然后这次我选的全编是 Miss Fortune， Mr. Fortune， Mrs. Fortune。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。我不求什么，我只希望有好的表现罢了。Set sail。干嘛？对嘞，我们的 team， 我们的 team 几乎全部是 ADC 来的。谁是 mid 啊 ？OK。Sure you can handle me, summoner. Sure you can handle me, summoners. Hey, 跟我一起下路的是 Timo， 哎，好棒！ Oh wow! Minions have spawned. Don't get cocky.Miss Fortune 手上拿着这两把东西，感觉是很重，会吗？会很重吗？为什么拿着？为什么他走路的时候要举着走呢？拜拜，拜拜。哇，你半条命没有了啦，各位，不是各位，你。哇，是什么鬼东西？I know what I'm doing. Oh, whoa.什么鬼来了？为什么紫色的呢？哎 ，Hello， 还 disconnect 你什么意思？你mid lane disconnect。最好不要跟我有事情啊 ，Mid Lane， 不然找你算账。Oh my god， 这盘我们凶多吉少了吗？哦嗨，我要排一排我的次序，不然的话我会很乱。Not a problem. Mana 了，我要没有 mana 了怎么办？Oh my god！ 为什么感觉上有点难，有点凶多吉少的样子？哎啊啊！
UZ， 哎。OK， 别让他跑掉可以吗？可以不要让他跑掉吗？哎，哎哦 ，fuck you，fu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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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OK， 还好。哦、oh, ，what the， 阿笨尼，阿笨尼，阿笨尼。Don't get cocky。我想回家了，怎么办？我没有mana了。我没有麻辣了，我没有麻辣了，你会听吗？给我回家可以吗？我可以回家吗？反正我有 teleport， 我不管了。哦，嗨嗨嗨嗨嗨嗨嗨！去，要是刚刚我按到 Q 的话，我就可以杀掉他了，功劳就当我的。可是来不及了，唉。他射东西的样子太搞笑了 ，Oh my god！ 哈哈哈，根本就是太漂亮了，喂，干嘛插我过去？兄弟，有点小危险。You disconnected. Oh my god! 这盘真的是凶多吉少了。我不敢相信我这盘到底会怎么，我不敢相信这盘到底会怎样。打人太小绿了。好吧，我又被 KS 掉。好吧。哦嗨。
sure you can handle me, Don't get cocky. Oh, 好痛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痛！好痛！哦，没有麻辣，没有麻辣，是了，是了。因为他什么鬼？他的奥迪啊，麻辣是。有点危险了，有点危险。哦耶！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这里？想怎样？哦，我安全回来，可是死定了。Not a problem. I know what I'm doing.哦、oh, ，boom boom， 提莫的渣子好像根本没有杀伤力的，为什么？哦、oh, ，fuck you！ 哎，啊！哦吼！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啊！我要哭了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真是险，险高高，险高高！连提莫都可以杀了两个人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还用了我的奥迪啊，干！我的奥迪不是这样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嗨，嗨，提莫。哎，我打人怎么办？很小力。嘿 ，Garen， 你来干嘛？你好啊 ，Garen。You can handle me, summoner. Shut down. You've got dangerous. I like that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The fun begins.哦、oh, 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！嘣嘣嘣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欢迎你进来，一大堆炸弹在等着你。OK， 我临死之前还杀到一个，我临死之前杀到悟空，还好，算有个交代吧，算有个交代。接下来要买什么？接下来要买什么？啊，不管了。啊，打，这什么鬼东西？为什么？它是毒气来的吗 ？Oh shit！我来了！
哎 ，Christopher， 你几时来了？竟然抢我的 Q， 竟然 KS 我！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！草丛里到处都是 mushroom。Sure you can handle me？ 哇，那什么东西？他的奥迪吗？哦，你干嘛跑进来？哦，我走人了。Christopher 啦，快点过来啊！救命啊！我顶唔顺啊！我打人真的太小力了，而且我没有mana了，怎么办？回家？哎，等等。Not a problem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哈哈哈哈哈！哦 ，fuck no， 对不起，很好，幸好你怕我，其实我根本没有能力可以，我根本没有能力把他杀掉，可是幸好他怕我，幸好他怕了我走掉了，不然的话我真的死定了。要买什么接下来？我们买这个吸血的 Blood Thruster， OK。 Don't get cocky. Oh my god， 压缩，我竟然忘了对方有压缩，有压缩的话怎么玩下去？ Not a problem.哎，够力了，这真的是够力了。Step two, killing spree. 我的hell，没有死了我。Oh, hello.我恨你亚瑟，我真的很恨你，我最恨就是你了。亚瑟根本就是神经病，亚瑟根本就是神经病啊，怎么办？不要追啦，你死定的啦。OK。不错。哎，躲龙。
Hello, Twister Fate. No prey, no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Guns blazing. 我真的不看好，我真的不看好这一盘我们会赢啊，也是看得出已经是输得很惨了。哎，加油吧，加油吧！哇 ，Crystal 费好痛。Yay! You've got danger. Send回娘家再说。Step two. 我都满命，我干嘛要回呢？等等，我去 middle， 去 mid lane。哇哇哇！你在这里是干嘛 ？Mushroom， 一大堆 Mushroom。所以 Timo 是打算在这里等到有人经过之后再按 Q 把他杀掉，踩了 Mushroom 之后再按 Q 把他杀掉吗？放灯啊，板擦真的是。好紧张哦。全部turret都被 destroy 了，你要玩玩个屁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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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有看到你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没有看到你罢了，不需要打我的。哦、很痛，痛啊！哦耶 ，we are fuck， 没有感觉了，我的奥迪，我的奥迪对他来说没有 feeling 的 ，Oh my god！哎呦，整天在吵架，每一场都有人吵架，我觉得是血的啊！杀掉他，杀掉他，杀掉他！干嘛赛？两个在赛跑啊！哦、oh, ，有人踩到 boom。哦、oh, ，又有哪里，好多力啊！你真的是放太多了。
哇哇哇，没有感觉的他。Oh, yay. I know what I'm doing.回家回家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阿贝尼啊啊，这是什么来的？哇哇哦 ！What the hell？ 太帅了这个，他是特热来的哎，是阿杰的奥迪来的吗？太帅了 ！Oh my god！ 他变成一个特热了。太神奇了！哇，竟然有这样的圈变，哎，哦，死定了！哎 ，fuck 我，开我奥迪高利！我跑去开我奥迪了 ，Oh my god， 我真的是有病啊！我跑去开我奥迪了。他没有了。我刚刚去开了奥迪，我在做什么？可以被着 surround 吗？我不打算 surround 的。我来了，可是我不敢对付亚索一个人我就怕死了。You've got dangerous eyes. I like.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每一场都是亚索在主宰这输赢，真的不明白，讨厌死了。Hello。啊！去，直接去。哎 ，KS， 这个叫做 KS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我 KS 的你，你应该不会不好意思吧？别怪我哦，别怪我，我只是不小心的。我随便买了，我不懂要买什么了，随便买了，我不知道要买什么，看到哪一个爽就买哪一个了。希望我们能有机会赢掉。希望，虽然有点不太可能。提莫，你为什么一直守在河边呢？哦呦，我先走人了哦！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靠近亚索。我们一起在河边等吧。全部都是毒啊！这些是一直在死。只要有
其实只要有提莫在的话，亚瑟应该就不能太放肆，因为毕竟还是蛮痛的。哈，亚瑟，你干嘛 flash 过来呢？哎，我先走了。Oh my god!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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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! 嗨嗨嗨！提莫干掉他 ！Yes! Oh yeah! Oh my god! 帅呆了 ！Yeah!太帅太帅太神奇了，太棒了。还有这个 Pantheon， 烦死人了。 Rampage。到处都听到被踩到 mushroom 的声音。Misfortune doesn't face a fool。Step two。Push。现在是想怎样？Oh yeah! Oh yeah! Oh yeah! Wow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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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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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yeah!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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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不应该 flash， 我不应该 flash， 我不应该 flash！ 不要再问我要不要 surrender 了，我绝对不要。surrender 已经输定了，我还是不要 surrender。我刚刚真的不应该 flash， 因为我知道 flash 了也是死掉。哎，明明知道 flash 了还是会死，可是为什么就是要 flash？ 放一个。Not a problem.Holy shit! Holy shit! Holy shit! 哦耶！哦耶！喂喂喂喂 ！Hello！ 哎妈的！我又开我奥迪搞，我又开我奥迪，我真的要杀人了！我真的要杀人了！我为什么每次一直按到我奥迪？他妈的！我每次按我奥迪，啊！我要死了，让我死吧！一大堆人在吵架，讨厌死了。一大堆在吵架，为什么要吵架？I know what I'm doing. Your emperor shall return. Step two. 吓死我！太神奇了，他的招太神奇了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？
哎，等等，我是不是投过他的？那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哇，他的什么鬼招来的？没有看过这个全变的我，什么蓝的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其实 Garen 已经很尽力了，好不好？干嘛要吵架？哎，为什么又 agree 了你们？为什么每一场都是这样的下场？明明是我一点都不想，我明明一点都不想 surround 的，结果就 surround 了，为什么？明明我还想继续玩下去的，可是就是 surround 了。算了啦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啊，各位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猎手 Legend 英雄联盟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这次用 Miss Fortune 感觉上真的好难，用这些小角色就是感觉上很难主宰这大局的感觉，因为大局都是怎么说呢，我真的很难主宰大局，都是对方的压缩在哨场了。为什么每一场都是由压缩来主宰的呢？真的很难相信啊，真讨厌死了，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？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难，只要我在用小角色真的是有点难主宰大局。当然老实说我根本不会用亚索的，如果你现在叫我去用，我死了很难看，我不会用亚索，哎，真是讨厌了。好了各位，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 Leash of Legend， 大家再见。